松烟台北文创有米的新专辑要开始录了，所以今天要去新歌录音。哦，看到有米了，哎，黄真，还有爽哥啊，爽哥，嗨嗨嗨，好，上去了，新歌录音室。Great song, man. So, is this his first single? No. First album? Yeah. First song. 今天我们有芊芊的新歌。对。哦，对，新歌大概长这个样子。今天要录鼓，然后旁边这边就是control room。对，控制室他们会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可以看这边鼓这样子。哎，今天要录什么？程序列。OK， 今天是你专辑的第一首歌吗？但是歌序还没有排。OK， 就是第一首要录的啦。第一首录。鼓手很厉害。对，鼓手张学友，陶喆御用的鼓手，要感谢 Steven 大大。不开玩笑，不开玩笑。对 ，Steven 是新歌录音室的。录音师不是吃寿司的人而已的，开工，今天对，开工，开工，对。通常录一个鼓，一首歌的鼓，大概会要录多久？他应该蛮快的，只是现在 Steve 在死，他在设定一些的音量，像前置麦克风，其实 setting 要蛮久的。可是录以他实力，我觉得应该一两次就好了。OK OK。超快的，对，收这些线材也是一个大工程。好，今天是2019年的这个专辑开案，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录第一首歌。好，那现在带大家去看听一下刚刚录的成果，里面聊得很开心。好 ，Hello guys， 这是这次我们的。Engineer Steven Ting， 你有厉害的鼓手的时候，你就要录一个真鼓，他的那个表情跟感觉才会更动人。我们今天的鼓手 Lira， 现在年轻新生代非常厉害的鼓手，打了陶喆、JJ 最后两个，张学友，厉害的，你好。我们现在就用米哲这样。那就是我们这次很厉害的编曲，来自 Berkeley 的 Shirley。嗨嗨嗨嗨！耶！所以我现在请我们的鼓手，请他签个名。Thank you, gentlemen. Yeah， 这个非常灵敏。Okay. 我刚说你要派后面的这些观光人，就是后面是观众。观光。对，今天大家这么多，芊芊电视后面还有一个芊芊这样子。芊芊后面。对。我这边还有一个太多。OK OK OK。好。好，收工了，大家要走了。对。That's nice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要去好，今天是2019年的
7月31日，然后是专辑的开案第一首歌，然后今天是我们是录制鼓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录制鼓非常重要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用假的鼓，好，我们就马上带大家进去看一下，走出来，Oh no。